幼儿园学童的表演俏皮却不失庄重，象征慈济大家庭善与爱的传承。看到他们的举止动作，好像看到都欢喜，这种清净无染的人生，多么可爱啊！她有怀孕，yes, baby， 过的是一个没有国家、没有家庭，他们必须要逃难到海外去，接受别人的援助。哽咽是因为不舍，参与约旦赈灾的志工都深刻体会到流离失所的痛苦。每一个都是与师父同一条心，大家人伸出双手，为此主者付出。放大声，安尼啊，因就较紧走过看卖。2006年梅里翻车意外，至今已经13年。重大意外凸显人生无常，行善定要把握因缘。一个人的力量无够用，大家人的力量合我来，咱发心呐，非常的重要。咱爱互相尊重，互相照顾。国际灾难到国内重大事故关怀，慈济志工无所不在。希望广布善种子，让爱洒满人间。大爱新闻学林真瑞平、林道明台南报道。